有个体贴的房东什么感受？哎，没纸了。天气凉了，这空调也太冷了。冷就要多盖被子。这筷子去哪了？筷子脏了，被我扔掉了。要不要我来喂你呀？我家的水器坏了，帮我修一下呗。可以啊，那你给我跳个舞吧。又来？那你还想不想洗了？当你是一个隐形人时，1019收租啦！没有人在家吗？整天就知道收租收租，这次看我不好好整蛊一下你！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人在家吗？啊，隐身真好啊，可以在房东家白吃白喝几天。当你的房东说出这种话时，房东，终有一天我把旁边那栋别墅给你买下来，不让你出租这种房子了。太好了，那栋别墅正好可以放在我西部边的院子里。西部边的院子。啊，房东，怎么了？洗澡旁边什么东西吗？我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房子，你们家水烫到我。你借我家洗澡房洗澡，还这么多废话，你这次要给我减房租？凭什么？做梦吧！我转过去了。你减200。200？这么少？500。那也差不多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刚才看到什么东西吗？那当然没有喽，我正人君子。禽兽！房东，我不想上班了。可以呀，你就在家，我养着你。1201别呀，我明天还想去郊游呢。哎，你还要给我做便当呢。房东，你车借我一下吧。好的，你干嘛去？我妈给我安排的相亲。这个月房租挣够了吗？还没。房间打扫好了吗？没有。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，每天想那些不着调的事情。房东，你顶天立地不谈恋爱还不让我谈啊？我妈说了，我十一再不给他带个女朋友回去，他就抽我。你去可以，但是必须带着我。哎，不是，房东，我是去相亲哎。房东，你跟我去相亲可以，但是你不要乱说话哦。知道了。你是阿姨介绍的对象吧？对啊，你谁啊？我是她姐姐，她去上厕所了。好，既然你是她姐姐，跟你说也一样喽。室内现房写我名。车就门口的宝马就可以了，没问题，可以。但是我弟他喜欢男孩子，那男孩子。你们是不是疯子？上个厕所人就不见了。房东，我要退租。给你减租。我不用，你把我未来幸福给搅黄了，我不住了。你不住，你出去住哪？我自己要有房子当房东都比你强。哦吼，长本事了。那就给你做一周的房东，走走走，别捣乱。来，这个月的房租，还愣着干嘛？来，把旁边楼的钥匙给我。你是疯了吗？我凭什么给你？我现在是房东，你搞清楚，你的就是我的。给。那你要钥匙给谁住？哎呀，我有几个女生朋友来，那间房子不是大一点吗？我们玩得开。我
房了，我也不给你。